我让你进去，你差点把他弄伤了，你看你这不想活了吧？哎呀，我杨海的绿金石双水才费，还拿他的钱来资助你创业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把你当做一枚棋子，现在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。哎呀。 只是想利用去骗厉景池点钱吧。没想到那个女人的梗都比我还狠，直接把她给杀了。我要你送我回去，我要。现在先送你下去，知道吗？厉景池，是我对不起你和瑞瑞，若能成功。 一定做个好妻子，毫无忌忌。签完字，拿着一堆张夺人。从今往后，你跟我厉家再无瓜葛。陆行石，这是我真的重生了。赶紧签完离开，你就自由了。 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林夏，你就这么想着我死？前世厉行池车祸出院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离婚，也就是在此之后一系列惨剧接连发生。这次我绝不会再让厉氏成名。老公，你错了，我们会离婚的好不好？林夏。 你千方百计不就免了一条吗？别太贪得无厌了。只要不是瑞瑞生病，我一分钟。老公，我不要钱，我只想陪在你和瑞瑞身边。松开，也逼我家人把你扔。前世为讨好邱毅然，我在京城咖啡里下安眠药，想让他错过招标会。 却没想到，竟迟一定会想办法扎你的腿。沈小姐，听说阿迟刚刚签字离婚协议，你们这段荒唐的婚姻总算是结束了，恭喜你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苏月心上一世的债，我这一世慢慢跟你算。恭喜。 同意签字离婚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很明显，我不想离了呀。你想坐我的位置。沈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？不是你说和阿迟在一起生不如死，想要离婚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那是以前，现在我只想跟他们父子俩好好过日子。 你要是怕瑞瑞照顾不好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照顾。我的儿子我会照顾，谁让你的外人？沈之夏，你说谁是外人？我和阿迟从小青梅竹马，是你自己爬上了他的床，厉家的女主人，本该是我。告诉你，你虐待瑞瑞，阿迟是不可能继续留你的。青梅竹马又怎样？你现在何止是一个家教老师？ 还有，到底是谁虐待了瑞儿？心里清楚。沈之夏突然不愿意离婚，难道是知道了什么？苏月心，往后最好离我老公和儿子远一点，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。
瑞瑞，瑞瑞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妈妈，我只是想着看看瑞瑞。妈妈吃点水果，妈妈给我讲故事。滚！扫把星。瑞瑞，以前都是妈妈不好，你保重，以后一定会对瑞瑞好。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 沈小姐，大人之间的矛盾，就别牵扯孩子了。并且，孩子这么小，是受不了被人反复欺骗的。你说什么？出去！你怎么能强迫孩子呢？别动手啊！沈小姐。 小孩子的骨头这么脆，霍金瑞瑞还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老公，我没有，是他陷害我。儿子，虽然说我只是瑞瑞的家人，但是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都为人你信得过的。来人，把沈志燮的行李放到西边，从今天起，唯我的允许，踏进这里。小姐，请到。 沈志燮，跟我斗，你也配？前世厉庆池因残疾被厉氏旁支逼着让位，堂弟厉宇泽插手公司事务，导致实权逐渐被转移。如果没记错，这件事会在半个月后厉老爷子的寿宴上发生。我必须在这之前治好他的腿。 还好小时候跟外公学了几年医术，希望现在捡起来还不迟。丽景池，这一世就让我来守护你吧。瑞瑞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危险！ 沈之夏，这是你和你儿子剑主自找的。瑞瑞，你怎么样？别吓妈咪！快来救人呐！沈之夏把瑞瑞推到水池里了，快来救人呐！瑞瑞，别怕，妈咪带你去找医生。瑞瑞，瑞瑞，你醒了？急，叫医生。沈之夏。 你下药害我车祸惨，不追究。可你就这么傻气心肠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你都要害死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害自己的孩子？是你。我说了，你再敢伤害瑞瑞一次，我杀了你。爹爹，是妈咪救了我。瑞瑞，你说什么？ 是我从池塘边捡纸飞机不小心掉进去妈咪救了我。切，果然像个贱人。厉总，医生来了。小少爷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受了惊吓，多休息就好。辛苦了。现在可以信我了吗？之前是我脑子不清楚，做了太多错事。 可我现在真的改过了，金池，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吧。沈小姐，瑞瑞需要休息，你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说吧。苏老师，你明知瑞瑞在水池边，为什么还要狠大声去叫他？你不知道这样会吓到他吗？还是说，你根本就是有意无意？我没有，我当时就是太担心瑞瑞的安危，一时着急才……一时着急，连眼睛也瞎了。 一口就我把我儿子推下去的，阿池，我真的没……妈咪好像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好厉害！老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爹爹。
老师说每个人都会犯错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。瑞瑞想再原谅妈咪一次，爹爹能再给妈咪一次机会吗？沈之夏，你在我这儿的信誉为零。瑞瑞，爹爹一会儿要出去有点事儿，晚点回来看。照顾好瑞瑞，他再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好，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瑞瑞的。静池，我以前跟我外公学过几年医术，你的腿伤得不久，还能治。如果沈之夏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你觉得我会把我的命交到你手里吗？我没这个意思，如果你不信，可以把药方拿去检验，有需要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滚。一三，继续监视沈之夏去医院那边。另外查一下这张药方。阿池，多吃点，多身体。家里有佣人。沈小姐的饭菜准备好了吗？正好人来了，给她端过去，让她回去吃。沈小姐，我知道你向来没有与我们同桌吃饭的习惯，这次是佣人送来的，下次我一定让他早点给你。身为厉家的女主人，谁让你坐那儿吃的？过来。苏老师怎么光看我却不坐？难道是我坐了你的位置？沈小姐，这个位置向来都是我坐的。那苏老师以后可得换位置，因为我以后每天都会陪我老公和儿子一起吃饭。老公，多吃点，太瘦了。进。我不会让你如愿。瑞瑞，你也多吃，多吃才能长高。下个月就是爷爷的生日宴了，我要回老宅一趟。我好，我不会给你瑞瑞丢脸的。立信这意思，应该暂时不会跟我离婚了吧？阿池，以前都是我陪你和瑞瑞去看爷爷，这次也带上我。苏老师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？带上你，你什么事？按理来说呢，我确实是没有资格。但是我记得，你第一次去爷爷家的时候，就把那里闹得鸡犬，让爷爷突发心脏病。瑞瑞，你也是希望老师陪你一起去看爷爷的吧？记住，看来我平时给你的教训太少，给我点。我看他能护你到几时？苏月溪，瑞瑞还小，你这是在威胁他。阿池，够了，不想吃就滚。别怕，妈咪已经把坏人赶跑了。妈咪好厉害，弟弟，今天晚上我能和妈咪一起睡吗？可以吗？我就拜托你。难道这女人真的转性了？还是说她心里还酝酿着更大的？志祥，救我！救我！听着，你男人在赌场欠了1000万，10分钟内我要看到钱，不然我就剁他一个手指。志祥，他们这帮人说到做到，赶紧把钱给他们，不然我的手就抱不住了。我没钱，你想剁就剁。志祥。你不能见死不救呀！小凯子，我们一起在部里长大的份上，他这次居然没有帮邱毅然，难道？李总，我让几家大医院的名医都看过了，
药方没问题，而且对治疗您的腿有奇效。我知道了。贱人，我杀了你！这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还借我钱！我保证，我保证把财产还给你们，我保证。邱老板，抱歉了。我伤的菜太咸了，看来明天得平常做的淡一点。你没有啊？啊！半夜爬上我的床，这个女人又在耍什么把戏啊？别说，快快退散！别抱怨，有仇报仇，别吓我呀！玉儿，别怕，有你在呢。这是什么 ？QQ 的，弹弹的，怎么有点像凶器？这不是瑞瑞？沈志夏，沈池，滚出去！不要不要，外面有鬼，我不出去。你再不去，我可不保你这件事。随你便。什么东西这么烫手？帮助。沈志夏，老公，没事吧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才就是下意识的反应。沈志夏，当初要离婚的事，我现在不离的也是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老公，我的目的当然就是你呀。你说你这么帅气又多金，不比邱毅然那个癞蛤蟆好太多。行了行了，真的会医术啊？当然了。你干嘛？当然是给你治腿啊。动手，我又不是没见。我真的能相信这个女人说的话吗？问题不大，只要你。只要你后期好好配合我治疗，我保证你不用一周就能站起来。我相信你一次，但如果治不好，我后果自负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丁少阳，我先扶你到床上。沈志夏，你嗨，都老夫老妻的了，你不会还害羞吧？哇哇，好困，睡觉睡觉。阿池，你醒了吗？吵死！阿池，阿池，我沈志夏，你怎么会在阿池的房间里？夫妻睡在一个房间，不是很正常？苏老师这么惊讶，是觉得睡在我老公床上的应该是你？怎么会呢？只是你以前不都是和阿池分房睡的吗？苏老师也说了，那是以前。至于现在嘛，我们过段时间，屋子里不要有一个了吗？阿池，我前几天逛街的时候觉得这个外套特别合适你，我来给你试试吧。哎，好了，好的吗，老公？李总，我们该去公司了。嗯，走了。
有些人呢，总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，这下丢脸喽。好糗。沈之夏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你别忘了，阿池是要跟你离婚，这还没有到最后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走，上课去。苏老师，做好你的本职工作，你要是再敢起诉，我一定百倍奉还你。对，乖乖和老师去上课，晚点妈妈给你奖励。好。既然你主动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近人。这个死残废怎么来公司了？堂兄，您出了车祸，怎么也不在家多休养一段时间啊？公司有我帮忙照料的。什么时候我去哪儿也需要向你报备了？当然不用。提议吩咐下去，上午十点，所有股东在会议室开会。是。我成了历史掌权人，第一个解决就是你。眼下就差两味药材了。不过我当初好像在邱逸人手上见过。沈之夏，你还有？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昨晚厉静池就在我身边，我也是自身难保。怎么了？我被厉静池关了一阵。医生说我的身体受损严重，需要苦苦入药治疗。可如今我和他的关系，恐怕也只能等死了。五谷，我手上正好有一个，可这是用来做黄。哎，算了，他现在可是我的摇钱树。之夏，你别担心，不就是虎骨吗？我有。原上钩了，真的？可我听说这虎骨极其珍贵罕见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芷夏，对我来说呀，你可比虎骨重要多了。那我们下午两点在星空咖啡厅见。喂，去帮我办件事。芷夏，这段时间你受苦了，我发誓，只要我的公司步入正轨，我立马就娶你。我信你。芷夏，你把这两个虎骨拿回去，给医生入药，你早点痊愈，我也好安心。丽兰，有你真好。之夏，你和厉静池离婚内衣的赔偿商量的怎么样？他答应了吗？别提了，要不是因为昨晚，依然，要不我还是直接跟他离婚算了吧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不行，之夏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忍一忍好不好？当下公司还需要更大量的资金注入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去赌。这笔钱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可是，好吧，依然，我得走了，否则被厉静池发现我们见面就完了。啊，好。齐，立刻送回别墅，同时调查员。背后的吸引人是谁？这首曲子我前天才教过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多？站住，给我好好反省。妈咪，站好了，谁让你了，一点规矩。苏老师，四人练了这么久也累了，正好我买了蛋糕，一起来吃点吧。不了，这种垃圾食品吃了会发胖，而且小孩的胃本身就不好。沈小姐生而不养，不知道这种低级错误也很正常。瑞瑞过来，妈咪陪你吃。沈之夏，现在可是上课时间，
这么肆无忌惮，就怕惹得阿奇不高兴吗？只要我儿子高兴就好。阿奇，我知道沈小姐是瑞瑞的生命，可现在是上课时间，她如此纵容瑞瑞，你快劝劝她吧。沈之夏，跟我过来。我？好。沈之夏，你的演技果然还是一如既往。不是这样的，老公，我今天确实和秦丽然见了面，但我是为了拿到。够了！今天就签完离婚协议，滚出去！瑞瑞，李爸，刚刚你怎么了？苏月溪，你这是搞什么？阿池，我没有。是瑞瑞他非要闹着吃蛋糕，不好好练琴，我才这样的。昨天说我的秘密写了，我爱爸爸，现在给瑞瑞打电话。阿奇，你哪儿了？快让我看看。阿奇，你别听小孩子乱说。严师出高徒，瑞瑞已经比同龄人要慢了，所以我才这样子的。啊！我早就警告过你别动我儿子，你是想死吗？放开我！小小的瑞瑞好容易去伤害的，你要是不想好好教，瑞瑞以后的干净就由我来照了。我才是瑞瑞的老师，你一个从乡村回来的野丫头，你认识得了情？你怎么教不好瑞瑞？既然你觉得瑞瑞的水平你教不了，那就看你自己当官了。不是的，阿池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还要教瑞瑞其他的课程呢，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阿池，刚才是我语无伦次了，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好吗？记好你今天说的话，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，否则我不介意给瑞瑞换个人。白条的人都已经供认不讳了，你还在狡辩什么？起义！阿芷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给我解释。瑞瑞不哭了，以后妈咪来给你上钢琴课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女人真的会弹钢琴吗？算了，大不了再另外给瑞瑞请个老师。除了虎骨，还缺什么要素？还差一株千年灵芝。听说明天晚上有个拍卖会，会有千年灵芝，到时候。七，以后缺什么，随时跟我说。我厉家还没有穷到需要一个女人出力求药的地步。知道了，谢谢老公。哎，这丽静池竟然来了！哎，这是他车祸后的首次亮相吧？丽静池可是全圣都的梦中情人，可惜是个残废。残废？只要有钱，有大把的女人往他头上贴。这些人真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老公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腿，到时候亮瞎他们的狗眼。叫的挺顺口啊。哟，沈小姐，你们也要参加拍卖会啊？按道理来说是行动不便，应该在家多休息才是啊。你这是什么鬼？不劳而逸。管好你带来的狗。哦。既然你看他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宝贝乖，等我利用他骗到你。
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，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拍卖会。等一下，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但在公共场合最好和我老实点，别坏了我一家的名声。吃醋了？放心，从那种来好，根本看不上。最好是。首先，让我们请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——千年灵芝，起拍价300万。300万。300万一次。100万。700万一次。1000万。1000万一次。1000万两次。千年灵芝虽然珍贵，1000万3次，但也不止这个价。成交。只要我看上的东西，能用钱买到的。富豪老公就是好吗？弟弟，你去上趟洗手间，马上回来。别怕，芷夏，是我，邱逸然。芷夏，你今天可真美啊！别，让人看到了不好，而且厉静池还在外面等我呢，不安全。就你说那个残废啊，我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。芷夏，这段时间憋坏了吧？那个废物满足不了你的，我来给你。我老公很棒，让我过得特别滋润。反倒是你，那玩意儿既又小又差吧。忽然想起来刚才怎么一次一次病。你说什么？反正你也不行。他现在那玩意儿就别要了。李总，到处都找过来，夫人不在宴会厅里。是你喂。李总，快来看。行好。救我！谁都没用，今天我高低了。谁？嗨，老公。还不过来？老公，就那个混蛋骂你是残废，还企图趁你不在对我用强，你能不能好好道歉？怎么样？夫人，你是真觉得演出瞎话？这个贱人怎么血口喷人啊？把他给我废了。是，李总。你过来啊！老公，如果我说今晚的事是个误会，你信吗？其实我平时很温柔的。嗯。我就知道，你老公，我以后每天都要给你治腿，住西边独栋那边，我不太方便。老公，今晚就让我搬回去住呗。好，那你今天就搬回来跟我一块住吧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阿池。你们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人家都担心死了。苏老师，身为家教，我不觉得你管得有点太宽了。夫人，您的行李进来。沈之夏，你同意离婚了？把我的行李放去我老公房间。阿池，你怎么能答应让他跟你共处一室呢？难道你忘了你的腿？够了，给我闭嘴。阿池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还有第一次、第二次，就会有第三次的。苏月心，沈之夏是我的妻子，亦是你的雇主。如果你做不到尊重他，那你就……老公，
我看苏老师最近其实有点不稳定，要不让他换个居住环境，清清心。好啊，那就请你到西边住洞。二池，动手吧。你其实早知道你这么多，就应该让他把你的脑子也给撞坏的。好了，我已经叫他们去煎药了，晚点你记得喝。辛苦了。我这么辛苦，老公有没有什么奖励？要不犒劳一下。这胸肌真好看，总算是看到又摸到了。喜欢。我比起胸肌，我更喜欢他的骨。李总，药呢？嗯，那什么，我该去给瑞瑞上钢琴课了，晚点再来给你准备药浴。还不滚呀！李总，是故意的。公司现在怎么样？李宇泽趁您不在，在公司作威作福，不光随意欺压老员工，还放话说整个公司以后都是他的，搞得现在大家都苦不堪言。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想谋权篡位了？继续监视他，等我腿好了，薪酬就让我跟他一块儿走。是。不过，您真的觉得夫人能治好您的腿吗？我怎么总觉得……七爷。我相信他，送我去前方。沈之夏，原来这就是你的钢琴手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明星？阿池。现在瑞瑞的钢琴课有沈之夏，你来干嘛？阿池，之前是因为我对你和瑞瑞太过于上心，才会言语不当。以后我会好好的向沈小姐学习的，你给我点时间好吗？而且，我今天只是想来看看沈小姐她教的怎么样了，可是没想到，这长此以往，我怕会毁了瑞瑞的前途。跟我进去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爹爹，沈小姐，刚才您弹的曲子，我和阿池都已经听到了，你这弹的还不如瑞瑞呢，你这让我如何放心的把瑞瑞交给你带呢？你就这么肯定我的钢琴水平是吗？那不如我们打个比。好啊。谁输了，谁就管住。可以。他真的有把握吗？答应的这么爽，难道其中有诈？不可能，我的钢琴水平在国内可是数一数二，他绝对比不过。老公，瑞瑞，这个是我的手次独奏，有没有好好听啊？沈之夏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经济是我不知道的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妈咪好棒！老公，我帮你吧。很棒。苏老师，还有你，沈之夏，你是故意的！
你谈的这么好，刚才为什么不认真，害得我误会？刚才妈咪是在教我辨认阴历，是你进来就说妈咪谈的不好，而且妈咪比你教的好多了。慧蕊，想不想陪你去？妈咪来唱歌。嗯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爹爹，瑞瑞弹的好不好？之前苏老师叫我弹的错了几个音，都是妈咪帮我挑出来的呢。弹得很好，瑞瑞和妈咪都很好。瑞希，你不弹，我就当你认输了。立马收拾你的行李，滚出丽江！立马收拾你的行李，滚出丽江！我不走！他实在是丽家的主人，你没有这个资格让我离开，你做不了这个主。哦，是这样吗，老公？身为丽家的女主人，你当然想有跟我一样的。苏小姐，这下你听清了。阿芝。我教了瑞瑞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而且我其他的几个课程也是你接的，我愿赌服输。我会让财务多给你开点工资，算是对你的补偿。阿芝，知道我的心意的我，人要脸树要皮。苏小姐，你一个未婚女人，死乞白赖要留在我们家，说出去怕不太好听，体面点，对大家都好。好。走，妈咪好棒，瑞瑞也很棒哦，歌唱的不错呀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老婆。以前为了赚生活费，我可自学了不少东西呢。沈之夏，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，你不过就是靠着孩子才生的，我也可。水温刚好，等泡够一个小时，我再给你做个腿部按摩。那什么，我先去外面准备其他东西，你有事再叫我。你想干嘛？怎么，当时撩我的时候不是挺敢的吗？现在怂了？谁怂了？我沈之夏的字典里就没有怂这个字。是吗？妈咪，瑞瑞哭了，我去安抚一下。看来是时候培养他独立睡觉的习惯了。妈咪，宝贝，怎么哭了？妈咪，房间有虫，瑞瑞不敢一个人睡觉。别怕，妈咪陪你回房间捉虫，好不好？好。阿池，今晚你注定是我的了。这么快就安抚好了？阿池，你要干嘛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阿池，我那么爱你，难道你真的就一点也感受不到吗？沈之夏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你都能原谅他，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滚！阿池，今晚过后我们就再无关系了，就当是看在我这么多年辛苦照顾瑞瑞的份上，跟我喝杯离别酒吧，好吗？没想到到头来，你连这点小要求也不愿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顾不得其他的了。苏月心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那也是你把我给逼疯的。阿池，我知道你屡次原谅沈之夏都是因为瑞瑞，孩子我也能为你生，你就接受我好不好？啊！
阿芷，你就成全我吧！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们当然是在做爱。嗯，我没碰他，是他发疯进来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苏月溪，你身为世家小姐，却不顾礼仪廉耻来勾引有夫之夫，你家人知道你这么下贱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婊子到底哪里比我好？为了你，我宁愿放下大小姐的身份来做家教，我把那个小畜生当亲生的培养，给你们还是选他？当亲生的培养？你敢说瑞瑞身上的伤不是你造成的？苏月溪，你虐待瑞瑞，还把一切锅扣在了我头上，你真以为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吗？是，这都是我做的，又怎样？谁让那个小畜生是你儿子？谁让他要抢走儿子对我的关注？还有，车祸也是我安排。这样，儿子就能一直待在我身边了。说什么？我说，儿子的车不是你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虚心安排。苏月溪，你这个疯子！阿芷，我做这些是希望我们俩可以再在一起。我的阿姨，这是为了留我一个人在这儿。齐一，把他拖出去乱棍打，然后扔去后山喂狼。阿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，阿芷。不，阿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这个世界上。等一下，老公，可以把他交给我来处理。七爷，你再去调查一下，苏月溪到底在背后干了多少坏事？是，李总。阿芷，阿芷，放开我！贱人，要是因为你破坏了我的计划，我和阿芷早就生命煮成熟饭了。你该死，你和你那个贱种都该死！走！你再吐出这一个字，信不信我立马杀了你？杀了我？你以为杀了我？厉家人怎么接纳你了？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和你外面那个野男人啊，因为厉家就会要你吗？你操心我，不如先操心操心你自己。厉家那边我可以去求原谅，而你这辈子也别想得到厉清晨的原谅了。是你搞的鬼！厉家主，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苏月溪。记住，厉清晨是我老公，人都有不相死的，只是你，阿芷他是我的，把他送去精神病院，让人好好照顾。我不去精神病院，我不去，是厉家。怎么不把他去喂狼？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，送去精神病院更合适。厉总，据监控显示，当初那辆黑车就是突然冲出来的。并且肇事者已经承认，当初就是苏月溪化成状的。所以，这跟安眠药并没关系。另外，五年前给您下催情药的也是他，只是他并没想到您夫人会。好啊，齐毅，你去确认一下，苏月溪进精神病院的事儿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是。夏夏，对不起，这么多年来。还是错怪你了，我本来就有错，只是我很庆幸没有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不然一切都过去了。夏夏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谢谢你，我去平复一下情绪。没想到厉总平时一副禁欲男神样，私底下居然玩得这么厉害。哎，出门忘带眼镜，没想到也这么帅。人都走了，起来吧。都怪你，把我一世英名都给毁了。打了我就不能生气，不然就是因为什么样，准备好了。嗯，可是你的腿……放心，就算我站不起来。我也不会让别人骑到我的头上去。这是你的名字啊，
阿池是行了上次把霸气的，不够狠。要是早按碾压定的婚姻娶了小，怎么会落到摔着残疾这么田地？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别怕，我在。太爷爷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永远健康。爷爷，夏夏，谢谢。让爷爷看看我的小孙孙，这小脸瘦了，是不是你爸苛刻你了？没有，太爷爷，我吃的饭都长个了，不信你看我是不是长高了？嗯，是比以前高了。太爷爷，今天我妈咪也来喽。爷爷，以前是我终于磨了心，才会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生害了大家。现在我已经改了，只想跟静雄的孩子好好过日子。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太爷爷，我的妈咪真的变好了，前天还叫我弹琴，不信今天真就弹给您看。喂，太爷信你。我是看在瑞瑞的面子上才让你留下。谢谢爷爷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爷爷生日快乐。小南来了。小南你太来了。她就是静池原定的未婚妻。阿静，你的事我听说了，我是好认识一位专门治腿的神医，如果你有需要。不麻烦了，我的妻子就是一位医生，把我的腿交给他我很放心。夏夏，陪我去冲凉看看吧。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大哥定是被这个女人给蛊惑了。等他清醒之后，一定会发现你的。是啊，全圣都谁不知道你和景池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？那孤儿。就算是用了什么见不得的人手段，够自然后，谁怎么会愿意娶她啊？爷爷，我回来的匆忙，我原来就是给你带礼物，不如我现在做一幅画送给你。我希望您不要嫌弃。哈哈哈，不嫌弃，你有这份心就好了。小兰要做画了，快上一场做画的工地。爷爷，这幅白鹤图送给您，祝您福寿绵长，一世安康。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！我就听闻秦小兰是圣医有名的才女，一见一见果然不同凡响。这个比沈之下的费用强多了，听说一起两家原本就有婚约。沈小姐，听说你在校时黑板报画的不错，不如上来展示一下。就他那小学生画画水平。还是别上来丢人现眼了。哦，黑板报估计也就只会画两朵小花吧。好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好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装什么？一个孤儿也敢跟我们小兰比？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了，还是过奖了，我也只会点皮毛而已，说不定沈小姐比我更优秀呢。就他？开什么玩笑？沈之夏，我倒要看看厉太太这个位置做不做得我一口。沈小姐，您不把您的画作给大家欣赏一下吗？他不是见不了人吧？我妈咪可厉害了，你们别瞧不起她。就这样，给你嘛，在我心里。宝贝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丢人。我有事，爷爷，这幅装的图送给您，祝您心想事成，万里成功。哈哈哈！好，阿姨，你刚刚画的是大白鹅吗？怎么和我妈咪画的白鹤有点不太像？
宴席备好，大家入座吧。堂兄，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信任，愿意将公司交由我代管，我敬你一杯。是我忘了，堂兄您身体刚康复，喝不了酒。啊，这段时间玉泽沉着了不少，也为公司拿下不少大台。我早说过我儿子有能力，只是没有寻找机会。要是让他努力的干，一定不会比别人差。阿池，如今你的行动不方便，要不你把应酬和接下方面的事就全都交给宇哲去干吧，正好他年轻，体力方面也跟得上。什么意思是让我？那怎么会呢？妈，我只是暂时帮忙，事业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向堂兄指教，何况公司上的事堂兄自有安排。少拿你们厂来 PUA 我老婆。我告诉你，想走公司不可能。放肆！这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事情怎么上位的，心里没个数吗？敢在树叶上作威作福？沈小姐，你怕是误会了。至少阿姨小姐，身为外人，你最好还是闭嘴。要说在座最大的，应该是爷爷。爷爷都没发火，你在这逼逼赖赖。你没把爷爷放在眼里吗？我不是说什么意思，我明白了。就是说，别让你说，因为我的腿。我阿池，你站起来了。是的，爷爷。一切都是夏夏的不好，是他治好了。跟他车祸的事是苏月溪搞的，是他相爱的夏夏。爷爷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静池的。好，你们一家幸福我就放心了。说好了就玩一会儿，瑞瑞怎么还不回来？小乞丐，没人要的小乞丐哦！我才不是小乞丐，我有妈咪。丑乞丐，居然敢反驳我，看我不揍死你！明少爷加油，还妈咪，你妈都快成弃妇了，到时候你爸再给你找个后妈。瑞瑞，瑞瑞，住手！告诉妈咪，有哪受伤了吗？妈咪，瑞瑞只要你，不要后妈。瑞瑞放心，妈咪不离开你。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欺负我儿子？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欺负我儿子？哭什么哭？赶紧给我儿子道歉，不然我揍死你！对不起。给我闭紧你的嘴！再有下次，让我听到你跟我儿子说这些话，我想以我的地位，处理你一个佣人应该不成问题。明少爷没事吧？只要让宇泽少爷知道您被人欺负了，不得刮我一层皮啊！你尽管去告状，大不了让全家人来评理。我倒想知道，厉静池知道他儿子被欺负了，你的下场会不会比现在更惨？瑞瑞，记住，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尽管欺负回去，知道吗？妈咪给你撑腰。妈咪，你以后能每天接我放学吗？我想让同学知道我有一个漂亮妈咪。好，妈咪答应你。阿金，我四岁的车半被抛锚了，你方便送我一程吗？不方便。阿芷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。
老实交代，你的腿到底是什么时候好的？居然背着我担心。其实啊，在四月西发疯那天晚上，我的腿就好了，一直没跟你说，是想给你的惊喜。那还真是够惊喜的呢。听说秦小南是你之前的未婚妻，现在人家一口一个阿静的叫你，都给你叫熟了。我说我小时候的秘密，应该是你这个醋精。你才醋精，全家都是醋精。这可是大马路上，你说什么？不管以前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，但我身为妻子，是你。我那个东西还能治好吗？哎，伤势太重，我也束手无策，你还是认清现实吧。啊！谁真相，李坚持，你们废我命根子，我要让你们不得好死！你要找沈之夏报仇，我们可以不报。是。苏家大小姐，苏月溪。你觉得我开一家中医馆怎么样？我想把我外公教我的医术发扬光大。你高兴就好，到时候我让七七把城西的店铺整理一下。谢谢老公，不过不用了，这件事情我想自己来。你确定吗？机会只有一次啊，下次我就已经报仇了。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去处理一下。陈之夏，要是不想让厉静之看到你跟我的私密照，今晚八点米特酒吧不见不散。子夏，你来了，还以为你不会在。你想要多少钱？子夏，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？我找你来，只不过是想和你有个体面的告别。这样，干了这杯酒呢，我就把那些照片全都销毁掉，以后我们就再无挂科。酒我喝了，你也该履行你的承诺了。沈之夏，你说我是该夸你聪明，还是该说你蠢？你觉得你把我害成这样，我会让你好过？骗我！那些照片是假的，确实是假的。不过呢，马上就会有真的了。沈之夏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绿泽在哪？在308包厢。你懂。据悉，他这次四联股东是想组织他们一起来弹劾你。夏夏，哎，李总，308在这边。
我给你们送美女来了。谁重要？这不重要，接下来的事我清楚。你快下药啊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不是人的，别碰啊！别碰我！别碰！啊！干什么呀？就是林小静，小静你姑娘。金日，待会儿会有一个女的坐我对面，只要你把这个迷药放到她的酒里，这些钱就是你的了。明白明白。我给你三倍，你杯子掉了。别闹，听讲讲呢。嗯，听起来真不错，要不然我也听听啊。你来这边，安静点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老公，人家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？有什么事儿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。说了，那我不是心疼你工作忙，就想着这种小事自己来解决吗？你明知道秋雨然喜欢你，老公，这下不生气了吧？仅此一次，下不离。遵命。李总，按您的吩咐，我把参与这次四联的股东都扣下，邱玉然也已被保镖控制，您看接下来怎么处置？股东的事儿，等我到公司再说。至于邱玉然，他不是爱玩吗？那就让他玩个够。哎，放开！放！把他伺候好了，这钱就归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干什么呀？别碰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别吓我！我你三子，放开！这边结束后，把他送去山里。是。李总，钱是负责人到。嗯。李总好，我是这次新南项目负责人秦小南。我是你。宝贝，今天在学校玩的开心吗？嗯，我们今天学写大字了，老师还夸我写的好呢。妈咪看，这是老师奖励我的小红花。宝贝真棒。那妈咪也要奖励你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妈咪，同学们说全家桶很好吃，瑞瑞没吃过，可以要这个吗？当然可以，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买。夏夏，沈小姐，是我拜托艾金来帮我试西装送给我爸的，你这么善解人意，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妈咪，这个阿姨好可怜啊。瑞瑞说的对。那我们就大方点，让爹地帮帮他吧。夏夏，我陪你们一起。海静，等会儿我们还有工作呢。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可以，你们聊工作吧。哎，放开！海静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会重新夺回你的心。夏夏，秦小南是公司项目的负责人，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。刚才他突然挽住我的手，
我们俩什么都没有。我可没说你们有什么，不是要聊工作吗？快去吧，免得人家说我不大气。老婆别气啦，我今天哪儿都不去，就陪着你和瑞瑞。我才没有生气。弟弟，我想抓娃娃。下次让琪琪给你买车。这样，你要是能抓上来十个娃娃，我就原谅你。一言为定。恭喜加油！我要那个玩偶。你想要哪个？你还是先抓起来再说吧。让开，我来。哇，好多娃娃呀，妈咪好棒。妈咪带你去买全家桶。果然还得是我呀。琪琪，立刻让人把商场里所有娃娃机的爪子都给我拿走。林夏，林夏池，你怎么了？夏夏，你说我不行。林夏池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向你证明，我到底行不行？等一下，不是我，老公，我有一种新玩法，你想不想试试？好。夏夏，你玩够了没有？你玩够了，你帮我解开。那可不行，这才刚开始。夏夏，快帮我解开！糟糕，门锁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你管我？有本事你就自己解呀！你耍我，老公，我要是说我刚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你信吗？老公，你冷静，我来那个了，亲吻真的不行，真的，千真万确，骗你我是狗，甚至下，好样的。昨晚我害得他半夜冲了三次冷水澡，他该不会生我气吧？一个项目拖了半个月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我最后再给你们一天时间，如果再完不成，时间还早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没你陪着我，我睡不着。没想到聂总平时这么能休息，私下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。老话说得好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啊。明知道不能着凉，你还不穿拖鞋，那不是着急找你忘了吗？我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，这个项目务必要过手。夏夏，别玩火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散会。
Daddy 妈咪，你们刚才是在亲亲吗？没有，宝贝看错了。你过来找妈咪有什么事呀？妈咪可以带我去游乐场吗？同学们都说那里很好玩，我也想去。星期天，全家游乐场。弟弟，我想玩旋转木马。我胖。弟弟妈咪，那有鬼屋，我们去玩吧。夏夏，你行。有点累了，要不你陪瑞瑞去吧，我去给你们买水。爹地，为什么妈咪累了还陪你？妈咪啊，怕鬼哟。走吧。你好，拿三瓶水，一共六元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总感觉有人跟着我？你们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才没有，弟弟他才玩到一半，非要出来。没有我勇敢哦！原来我们的力大总裁也怕鬼呀！你好好说啊，再这样下次不带你出来玩了。本来就是嘛。好啦，你当爹地的，怎么还跟孩子计较？诋毁我在你心里的形象。妈咪，我想吃冰淇淋。好，妈咪陪你去买。不行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早该独立了，让他自己去。可是，没事的，妈咪，我是小男子汉。你干嘛呀？瑞瑞还这么小，要是出什么事情怎么办？我们都在这儿呢，不会出事儿的。最好是这样，否则我让瑞瑞呢？瑞瑞，瑞瑞，齐，立马封锁整个游乐场，全力搜寻瑞瑞的下落。瑞瑞，你在哪儿？我已经让齐去找了，瑞瑞肯定不出事儿。李总，刚接到消息，苏维西前不久杀了专管护士，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了。据周边监控显示，带走我们家小少的人就是苏维西。你说什么？查到他去哪儿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老公，救瑞瑞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儿子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瑞瑞平安带回来的。让人把夫人先送回去。不。我要跟你一起去，夏夏，相信我，好吗？夫人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夫人，夫人，李总，李总，不好了，夫人刚才向记者说跑了。夫人穿哪门去了？白城大道方向。李总，查到苏维西的定位了，就在白城大道方向的一处烂尾。哇，快过去！对不起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来了。你人呢？你来的还真是。瑞瑞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这个贱种！别，只要你不伤害瑞瑞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做什么都可以，我要你死！我答应你，你放了瑞瑞。放什么？只要你死，我就放了这个小贱。动手啊！
池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知道你肯定对我还是有情的，对不对？苏月溪，立刻放了瑞瑞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怎么你也是为了这个小店主？他甚至想生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好？好，想要我放了他可以，只要你跟沈山离婚娶我，我就放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先放了瑞瑞。瑞瑞不怕，妈咪来了。李总，人已经处理好了。我打算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沈之夏在古装上。好啦，我错了。那我今天不是太担心瑞瑞了吗？所以就勇猛了一点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跟瑞瑞真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办？我答应你。弟弟妈咪，房间里就我一个人，我害怕，我能跟你一起睡吗？不行，都这么大了，自己睡，回去。妈咪，好了，让儿子跟我们睡一晚就走。来，你睡中间。姐姐，我想听不是你跟我讲故事吗？不讲。讲一个嘛，谁跟你一起？一个农夫。在田里耕地，突然一个野猪，咻！农夫就看啊，这个小野猪，最后他们平安、健康、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。儿子还在呢，下次我补偿你。那这样，明天你去公司给我送水，谢谢。真的？赵四，没事吧？小姑娘，刚才多谢你啊，要不我们两口就在这跑了。哎呦，这么早都换点了，要我请你吃饭行吗？对啊，一起吃个饭。不用了，一起吃饭。你跟奶奶没事就好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还得给我老公送饭呢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老爷夫人，酒店入住办好了，你们正事不急，赶快去查查刚才那个姑娘的身份信息，查到了立马回来告诉我。小姐你好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进去的。好吧，怎么来送个饭还要预约啊。厉太太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怎么不上去？该不会孩子没给你通行证吧？要不跟我一起？不用了，我老公会下来接我。他今日刘万基，夏夏，夏夏，老公。哟，今天这么主动啊？哪儿就只有今天，我明明每次都很主动的好吗？秦小姐，这下你信了吧？我老公真的会下来接我。阿金，和沈小姐的感情可真好呢。这位是你们的总裁夫人，以后只要她来不需要预约。是，厉总。咱上去。原来这就是总裁夫人啊，长得真漂亮。外界传闻厉总和夫人不和，可这看着哪有半分不和的样子，简直就是虚报。是啊，而且夫人性格也好好。沈之夏，我们等着瞧。你自己没手吗？干嘛非得让我们吃？老婆为了香啊。放心，不让你白喂，就算是补偿服务。好处是什么？今晚有个宴会。听说世界上知名的教授和他的夫人会到场，晚点再认识你。就是那个请用一场手术就闻名世界的肖教授吗？嗯，好像是他。老公，你真好。阿静，我。
阿金，我谁让你不敲门进来的？出去。阿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和你聊聊项目的事情。没想到秦小姐是名门贵族里出来的，我想应该不会不懂项目的规矩吧。不过我也能理解，可能是项目着急也说不定。我先回家了，你们聊工作。好，你准备一下，晚点那你今天会。以后现在项目不用再来找我了，直接去找齐助理会见。嗯。阿金，你对我别这么冷漠好不好？秦小姐，请您自重。阿金，别这样好不好？我知道当初不告而别是我的错，可是你突然要取消婚约，去娶一个孤儿。沈之夏是我的妻子，请您尊重她。另外，我上班时间不谈私事，请吧。阿金，如果秦小姐非要感情用事的话，我想我们这个项目也没有合作的必要了。抱歉，李总，是我失态了。阿金，我绝不会让一个孤儿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怎么不见肖教授和他夫人？别急，宴会还没开始呢，刚才忙点。也是，一般来说，大母都是压着出场的。听说没有？厉静池的腿能好，都是他夫人的功劳。真想不到，他一个孤儿还有这种实力。要不论家世，他们还挺般配的。我和阿金才是最般配的。夏夏，我去给你。去吧。沈小姐，我们聊聊。秦小姐想聊什么？如果是想聊我和我老公的感情，沈小姐，秦家俊不适合。我不适合？难道你就适合吗？我阿金，无论是家世背景，还是样貌学识，都极不相当。我两家早就定下婚姻，如果不是你，现在我和阿金才是一对。这样啊，那要不你先去和我老婆说，如果他同意离婚，那我再考虑。不准走，今天我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交代？那我就清楚的告诉你。想让我和厉静池离婚，你做梦！你，非帮我找个人证吗？沈小姐，这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又没学过医，千万别乱扯，是等医生来吧。没学过医还敢来瞎胡闹，可别把人治死啊！见过爱出风头的，可没见过以草菅人命来出风头的。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一个人承担。这可是一条人命，又不是什么猫猫狗狗的。如果成，李行你来，不行就别逼。这个小姑娘真不错，不光有胆识。医术很扎实。是啊。行了行了，没想到还真有两把刷子。哎，这不是今天结婚的那个小姑娘吗？对啊。小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肖教授。这就是知名医学教授肖寒生，我居然见到真人了。以肖教授对他的态度，他不会是肖教授的徒弟吧？您是肖教授？您是肖教授？怎么，不像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
肖教授，很高兴见到您。你好，你好。小姑娘，我们是真是有缘啊。夏夏，你跟我认识啊？小姑娘今天救了我和我老伴的性命呢，算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。没有没有，只是偶然帮忙。厉总，这位……哦，这位是我的夫人沈芷夏。哎呦，厉总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太太，一定好生待的哦。那是自然。沈芷夏，凭什么所有好事都被你遇上？你是萧九吗？萧教授，萧夫人，我敬你们一杯。你只要把这杯加了料的酒，咱们别那么有事喝下就行。沈之夏，离不离婚可不是你说了算。没事，我去趟洗手间，我陪肖教授。我陪你。有人跟踪我。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萧九吗？萧九，切，那我就不好。跟你接到二人了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把人送过去。沈之夏。我倒要看看，如果阿金知道别的男人躺在一张床上，会不会要你？你是在找我？是，沈之夏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抱歉，二位，我夫人有点不舒服，我去找她一下。赶快去吧，二位赶紧去啊！不，不，夫人，不要！夏夏，夏夏，你在里面吗？不要！住手！你谁呀、啊？哎呀妈的！我弄死你！姐，马上到我这里来。没事吧？老公来了，你回家好不好？老公，你在这干嘛呀？夏夏，秦霄南。天啊，秦小姐，你这是？阿金，是沈之夏，是他故意设计陷害我，你要为我做主。阿金，明明受害者是我，沈之夏才是始作俑者，你为什么还站在他那边？秦小姐。凡事都要讲究证据，你说是我陷害你，你有证据吗？不然的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就是你，是你在洗手间打晕我，
醒来我就在这儿了。那你不打算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会出现在洗手间？还有我为什么会打晕？难道是因为我撞破了你扫黑我名声的阴谋吗？还说我没有，他在说谎。你让他够了。阿金，阿金，你别走！是致死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今天的事儿是不是你故意安排的？不是，我只是以其人之道换之其人之身。你干嘛？我好难受，金小南让人给我下药了。该死，还是给他个教训。别老公，老公，我难受。再忍忍，马上就到家了。姐，加速。I've seen mountains, I've seen bridges. 逆逆迟，我都这么勾引你了，你还不为所动，你是不是不行？姐，我真不敢这么做。查一下，当时你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话。说就说，逆逆迟，你不。好家伙，有你好看的。厉总，我们到了。